20:32，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好，我们先来看一个重要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8月26号下午主持召开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第5次会议，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上海市、广东省、辽宁省关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工程院关于提升产业基础 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的汇报。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 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会议强调，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一体化发展机制，深化区域合作机制。要在省级统筹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进度，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互助共济。 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健全区际利益补偿机制和纵向生态补偿机制；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 东北地区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强干部正向激励，树立鲜明用人导向，实现全面振兴。会议指出，我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是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以自主可控、安全高效为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应用牵引、问题导向，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工程重点，分类组织实施，增强自主能力。要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围绕巩固、增强、提升、畅通8字方针，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 在开放合作中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的产业链。 要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了我国新设立的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以及黑龙江6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总体方案，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内容。是的，根据介绍呢，这6个新设自贸区未来将承担我国差别化改革试点任务。在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表示，6个新设自贸区总体方案突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突出进一步扩大开放。 在充分借鉴现有自贸试验区成功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围绕投资、贸易、金融、事中事后监管等方面，提出各有特色的、具有系统集成性的改革试点任务。如河北自贸试验区探索建立数字化贸易监管模式，云南自贸试验区创新沿边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广西自贸试验区围绕构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推动跨境贸易、跨境物流、 跨境劳务合作等发展，黑龙江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合作，积极推动人员出入境便利、企业走出去，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发展难题，聚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山东自贸试验区围绕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国家海洋药物中试基地建设；江苏自贸试验区促进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纳米技术应用等产业创新发展。 王受文还表示，自贸试验区对外资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今年上半年，我国12个自贸试验区吸引外资近700亿人民币，占全国比重14%左右，吸引外资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有制度方面的优势，包括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比全国的对外商投资的负面清单要短。 在投资环境方面，也比全国其他的地区更具有优势。今天上午，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土地管理法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那么，这次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当中，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相关内容。那么，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的审议通过， 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来看报道。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删去了从事非农业建设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定，并增加了新的规定，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为工业、商业等经营性用途，并经依法登记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土地所有权人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 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这是呢土地管理法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因为它取消了多年来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的这样一个二元体制，为我们城乡一体化发展扫除了这个制度性的障碍。此次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的审议通过，意味着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不再局限于个别试点地区，可以全面铺开，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2015年8月，浙江省德清县的一处闲置厂房用地，以协议的方式出让给了投资商建设度假酒店。这是全国试点实行后第1宗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土地证还是蛮好用的，已经做了抵押了，还是按照国有出让土地同等的，就60%的抵押，按照国有土地标准给我的。 赵建龙所在的德清县，当年不少企业主都在试点的过程中，通过协议出让的方式，获得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使用权。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首先要符合规划，而且还要依法登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最核心的一条啊，就是要符合规划。即使就是获得了这个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以后的这个土地权利人呢， 它也要按原来规划的用途来使用土地，它不会对我们的土地市场造成冲击。作为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征地制度改革也是当前农村土地管理领域的难点所在。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改革了征地程序，缩小了征收范围，最大限度保障被征地农民权益。 在新修改的土地管理法中，删去了现行土地管理法关于从事非农业建设使用土地的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为国有的原集体土地的规定。新法列举了6种情形，首次对于哪些是公共利益可以动用国家征收权做出了明确的界定。对于这个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最核心的是要缩减征地范围，把真正的公益性的用地通过征收的方式，从农民集体所有转化为国有，然后再提供给这个相关的公益事业方面进行使用。 新法还对征地程序进行了完善，把原来的批后公告改为了批前公告，跟农民签订协议后才能提出办理征地申请，办理征地的审批手续，必要时组织召开听证会。如果绝大多数农民不赞成补偿方案的话，要通过听证的方式。那么在听证之后，如果群众对这个方案还是不满意的话，那要适当的修改安置补偿方案。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法律确认了这种方式，更好地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在征地补偿方面，新法改变了以年产值倍数法来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做法，按区片综合地价进行补偿。另外，在原来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这个3项补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和社会保障费用。这样的话，就从法律上 为被征地农民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一个保障体系。在宅基地方面，新法在原来1户1宅的基础上，增加了户有所居的规定，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地方政府不能强迫其退出宅基地。另外，新版药品管理法今天也正式在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且将于今年的12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那么，随着这部新版药品管理法的诞生，一些我们老百姓关心的用药问题就变得有法可依了。据了解，修订前的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劣药范围界定比较宽泛，不便于精准惩治。 今天上午审批通过的新版药品管理法首次明确界定了假药、劣药的范围。假药范围包括所含成分与国家药品标准规定的成分不符的药品，以非药品冒充药品或者以他种药品冒充此种药品，变质的药品，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的药品。劣药范围包括成分含量不符合国家药品标准的药品，被污染的药品， 未标明或者更改有效期、超过有效期、未注明或者更改产品批号的药品，擅自添加防腐剂和辅料的药品，其他不符合药品标准的药品。此外，根据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不再按假药论处；对未经批准进口少量境外已合法上市的药品，情节较轻的可以减轻处罚。 没有造成人身伤害后果或者延误治疗的，可以免于处罚。对此，专家表示，这一规定不等于就降低了处罚力度，而是从严设定了法律责任。另外一方面呢，也回应了社会现实当中的一些实际的诉求和情况，所以它2个方面的原则都有，既有最严监管，也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监管理念。应该说，是一种立法的一种平衡。 在新版药品管理法总则中明确规定了国家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境外新药、抗癌药的审评审批。新版药品管理法还明确，对罕见病新药、儿童用药品提升优先权，以增加供应。此外，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并没有禁止处方药的网络销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称， 未来将坚持线上线下相同标准、一体监管的原则。这个药品的销售网络，它必须和卫生的这个医疗机构要有一个互联互通，要信息能共享。我们主要为了是确保处方的来源真实，保障呢患者的用药安全。再一个呢，就是它配送，这个配送呢也必须要符合药品质量规范的要求。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看。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命令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在华经营的替代方案，包括从中国迁回美国并在美生产。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表示，中美经济脱钩不是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良方，更不是解决美自身问题的出路。中方望美方三思而后行，切勿意气用事。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没等中方做出回应，美国的股市和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做出了回应，大幅的下跌。 另外，我想大家也注意到了，美国各界人士纷纷对有关的言论表示反对，国际社会也对这种极限施压的做法表示了担忧。中美建交40年来，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和互惠互利的关系。强行让中美经济脱钩，势必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动荡。 危及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这种做法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违背，与自由竞争的规则相违背，与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相违背，必将遭到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强烈质疑和反对。耿爽表示。 今年1至5月，德国、韩国、日本、英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00.8%、88.1%、18.9%、9.2%；欧盟对华投资增长29.5%。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市场。所谓美国企业撤出中国，更像是一句政治口号，而不是务实举措。即使现实中发生。 自然也会有别人来填缺补位，到头来受损的还将是美国。所以最后我这里还要强调，中美经济脱钩根本就不是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良方，更不是解决美国自身问题的出路。还是那句话，与中国经济脱钩就是与机遇脱钩，与世界脱钩，与未来脱钩。 我们奉劝美方要多多听取各界意见，算清利弊得失，务必要三思而行，切勿意气用事。我们看到中美经贸局势的变化迅速地影响着资本市场，投资者的避险情绪是在进一步的上升。而上周末的美股是刚刚出现了大幅度下跌，现货黄金也是出现了大幅度的飙升，创下6年来的新高。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美股市场呢也是马上就要开盘了，我们现在就在连线正在美国纽约的路透社张宇浩，宇浩你好，现在就请你带来你对美国市场的一个观察。好的，洪涛。 在上周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增加中国商品关税的同时，也命令在华企业撤出中国，最好能够搬回美国。那么此番言论呢，是导致美股遭遇了恐慌性的抛售，3大股指大幅走低，其中道指在盘中暴跌了超过700点，尤其对贸易敏感的股票，比如苹果、特斯拉、芯片类股是全线下挫。避险情绪促使资金流向美国债市。 2年期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次出现了短暂的倒挂，同时呢，黄金价格上涨约2%，也是连续第4周迎来上涨。那么导致今天亚太股市也受到了冲击。那么美国总统是否有权利命令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呢？相关法律学者指出，特朗普没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有多种方法实现这一目的，比如加征更多关税，压缩美国企业在华利润。 不过，专家表示，完全切断美国企业与中国的关系是不可行的，并且会造成全球经济的混乱。那么，现在距离美股开盘还有不到1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美股盘前交易出现了小幅的上扬，主要是市场传出一些中美双方出现缓和的信息。黄金价格在突破了$1550后有所回落，不过市场的避险情绪依然很浓。以上是我这边的观察，洪涛。 好的，非常感谢宇浩在纽约带来的观察。那么，在这个交易日，美股到底会如何走势？我们拭目以待。就像刚才宇浩已经提到的，全球市场波动已经导致今天亚洲股市遭遇了剧烈的震荡。比方说，在日本市场上，日经225指数就下跌了2.17%，日元汇率则是突破了$1对105日元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关口。 受到上周美股大跌的影响，26号一早，日经指数开盘下挫1.9%，盘中跌幅一度高达540点。由于日本股市的主要资金来自欧美大型投资机构，因此美股震荡也使得机构开始出现集中抛售日股的情况。今天日经指数收于20261点，较上一交易日下跌449.87点。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日经指数一直坚持在了2万点以上这一心理大关，并没有被击穿。但业内人士也表示，国际贸易局势持续恶化，对全球经济减速的担忧，或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为打击日本股市信心的隐患。另外，受避险情绪的影响，今天日元汇率升至104区间，达到今年1月以来的新高位，这对日本出口等行业将带来较大的影响。不过，日本政府及央行今天并没有采取任何应急措施。对于日元的后市走向，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日元的汇率应该会趋于稳定。最近随着 LPR 也就是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新机制的出炉，未来房贷利率的走向如何呢？也是备受关注。那么根据央行的公告，自2019年10月8号起，新发放的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这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定价基准来加点形成。那么这将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对购房者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来看报道。根据政策，新规只对10月8号之后的新增住房贷款有效，存量房贷客户不受影响。定价基准转换后，全国范围内新发放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 LPR， 二套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 LPR 加60个基点。由于 LPR 每个月都会调整，10月8号之后的购房者将参考新政执行时的 LPR 报价。业内人士表示，此次调整最大的变化是确定了房贷利率的下限，未来房贷将告别折扣。比如说像上海，过去的话首套房贷是可以做到基准利率下浮5%，但是未来的话，按照目前的价格，它就有可能会有一些上行。从这个指导价格来看的话，目前首套房贷 LPI 是这个执行的4.85%，很多的城市应该说大部分是一个平稳的状态。但是对于二套房贷的话，这个影响就会比较大一些。对购房者来说，房贷利率会如何变化呢？可以简单算一笔账，在房贷利率普遍上调的情况下，大部分银行执行的是首套房贷基准利率上浮10%到20%，二套房贷上浮20%到30%。同样以5年以上贷款为例，按首套房贷上浮10%计算，基准利率为4.9%，因此房贷利率为5.39%；二套房贷按上浮20%计算，房贷利率为5.88%。如果以8月20号5年期以上 LPR 做对比，则无论是首套还是二套，调整后的房贷利率都略低。但业内人士表示，实际发放的利率还会受调控政策、银行信贷资源的影响。同时，各地还将因城施策，确定首套和二套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从趋势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呢，房贷利率保持基本稳定，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概率。对于买房者来说的话呢，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自己的这个有关的这些方面的需求，而不是从这个利率的考虑去决定这个买房的这个时间。最近，随着网剧《长安十二时辰》的热播，西安临潼的特产火晶柿子成了爆款商品。有网购平台的数据显示，火晶柿子搜索量突增了2127%。那么，这些网购平台上热卖的火晶柿子都是真的吗？来看报道。这是今年夏天热播网剧《长安十二时辰》中主演雷佳音最经典的一段表演，而他手中的西安临潼特产火晶柿子也随着火爆了起来。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搜索火晶柿子，发现有不少号称销售正宗临潼火晶柿子的商家。记者随机点进一家，发现里面销售的柿子实际上叫七月黄，产自陕西省大荔县。客服人员还表示，这种七月黄其实和火晶柿子是一个品种。对此，一名卖了多年火晶柿子的店主告诉记者，这些所谓现货先发的火晶柿子都不是真的，只有我们临潼这个它叫火晶柿子，其他的都是假的，什么7月黄、6月黄、8月熟，现在发货的都是大理县、山西的，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地方，都不是火晶柿子。赵双田还表示，由于还没到成熟期，他们家的火晶柿子目前还都是预售状态。但自从别的商家开始销售假的火晶柿子后，他就收到了很多退款申请。这段时间，反正一天最少退30多单。这个月月中旬的话，销量应该在2000多了，现在都掉到1000了。记者还发现，许多售卖所谓的火晶柿子的店铺显示的发货地址并不在陕西临潼区。一家店铺的客服表示，他们家卖的火晶柿子是从山西、陕西两仓随机发货，而当记者追问柿子是否是从临潼运出的，客服则始终避而不答。刚刚我们提到的火晶柿子是西安临潼特产，那么正宗的火晶柿子目前是否已经上市了呢？我们的记者呀，今天就在西安临潼实地探访了火晶柿子的种植销售情况。在种植户陈武功家中，记者看到年近70的陈武功正在为果树修剪枝叶，放眼望去，挂满枝头的火晶柿子还都是青色的。我家种植了有2亩地的火晶柿子，今年由于天气原因，这个临潼火晶柿子的成熟期推迟几天，大约都是10月的正下旬。近期啊，有点网络的销售平台已经开始对外销售这个临潼火晶柿子，临潼的火晶柿子现在还没有成熟，火晶柿子还没有成熟，却在网上销得火热。陈武功告诉记者，知道火晶柿子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了，他很高兴，但一想到现在大家在网上买到的柿子并不正宗，他很担心这样会砸掉火晶柿子的牌子。对此，当地相关部门也提醒种植户要注意保护火晶柿子的质量，切莫着急采摘。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号召广大果农适时采摘，按时上市，不抢那个农时，达到成熟期销售。2008年5月30号，临潼火晶柿子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专家表示，售卖假冒火晶柿子既侵犯了地理标志权利人的权益，也是对消费者的欺诈。这是很明显的违反了地理标志的相关规定，违反产品质量法，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一看一个产品卖火了，都去傍大牌、傍网红，实际上是损害消费者权益。行政部门要对它进行查处，消费者可以要求他承担责任。假火晶柿子的横行令人不由得想起在前几年火起来的章丘铁锅。本来呢，这些产品啊都是值得大力推广的好东西，但是总有那么一波唯利是图的人，一见到有机会就冲上去制造概念、制造话题，让本来好端端的产品被拖进了流量带货的漩涡当中，碾压成了灰尘。销售平台有责任帮助消费者去伪存真，监管部门也有责任打击假冒伪劣。好产品来之不易，我们必须扫它以待。国际方面，亚马孙雨林大火仍然在持续肆虐。目前呢，巴西政府加大了救火的力度，而我们的记者也在当地时间的25号抵达了本次巴西亚马孙雨林大火最严重的地区——朗多尼亚州。航拍画面显示，当地时间24号和25号，大火仍在亚马孙雨林多处肆虐，大片地区烟雾弥漫，能见度低，许多树木已被焚毁。有专家认为，多数着火点的起火原因与人为因素有关。目前，巴西政府已加大了救火工作的力度。巴西国防部长阿泽维多24号说，大约4.4万名士兵可以参加灭火，正赶往罗赖马、朗多尼亚、托坎廷斯等6州。当地时间8月25号，记者抵达了位于巴西西部的朗多尼亚州首府波多维柳，这里是巴西亚马孙雨林大火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下飞机就能感觉到城市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气味。记者从当地消防人员那里了解到，每年的6月到9月是巴西朗多尼亚州的旱季。由于非法焚烧在当地一直屡禁不止，旱季发生森林火灾的情况比较常见，但今年尤为严重。虽然现在的巴西是冬天，但白天最高气温仍可达到37、8度，干旱与高温让任何火患都非常容易演变成火灾。我现在就在和当地由消防、医疗、军队组成的车队赶赴一个火灾现场。目前车队停下来整顿，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左手边已经能够看到大片的经过焚烧的林地，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目前，巴西有关部门派出多方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工作。巴西司法和公共安全部也派出国家公安部队增援帕拉州和朗多尼亚州。朗多尼亚州政府近日多次召开紧急会议，集中各方力量商讨应对方案。 而在地球之肺亚马孙热带雨林持续燃烧的大火呢，也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最近这段时间，大火还引发了法国总统和巴西总统之间的一场嘴仗。当地时间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说，七国集团已经就协助巴西对抗亚马孙大火和修复被破坏的雨林等等事宜，接近达成了协议。 25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七国集团峰会现场宣布，与会各方就如何对抗亚马孙雨林大火接近达成一致意见。26号，英国首相约翰逊承诺，英国政府将紧急筹备出100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8758万元）的资金，用于帮助巴西修复亚马孙热带雨林。不过，巴西的处境并不乐观。据外媒报道，今年6月28号，欧盟与包括巴西在内的南美4国达成了一项谈判历时20年之久的自贸协定。作为南美4国，也就是南方共同市场的第2大贸易伙伴，欧盟对这几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数据显示，2018年南方共同市场出口总额的20%都进入了欧盟，但欧盟同年的出口总额仅有2.3%进入南方共同市场。 在这份自贸协定中，欧盟同意从南方共同市场每年进口约10万吨牛肉，并逐步削减南美牛肉产品的进口关税。然而，出于对巴西政府此前在灭火事务上不积极态度的不满，欧盟轮值主席国芬兰建议欧盟成员国抵制巴西牛肉。法国和爱尔兰则表示，他们可能会拒绝批准这项自贸协定。面对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舆论压力，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态度一变再变。 最初，他表示，雨林火灾是每年夏季高温时节都会发生的正常现象。随后又指控非政府组织蓄意纵火来干涉巴西国内事务。直至当地时间23号，博索纳罗才发表电视讲话称，巴西政府将全力灭火，并签署政令，批准军队应对火灾。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早稻、夏粮合计总产量16801万吨，比2018年增加60.6万吨，增长0.4%。其中，早稻总产量2627万吨，比2018年下降8.1%，对全年粮食产量影响有限。今年上半年，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港上海港实现2153.6万标准箱的吞吐量。 比去年同期增长5%，其中国际中转集装箱量增速明显，同比增长34.1%，首次实现占全港吞吐量的10%以上。为应对出现的干旱天气，湖北省从大中型水库长江和汉江以及200处大中型灌区引水调水30亿立方米，相当于25个东湖的水量，并且将4270座水库开闸放水。 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的南川涪陵天然气管道乌江悬索跨越主体工程25号完工。南川涪陵天然气管道全长65千米，计划10月份建成投产。建成后将为长江经济带提供清洁能源，惠及沿线6省2市70多个大中型城市。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塞罗那圣塞瓦斯蒂亚沙滩附近海域出现一个可能是1936至1939年内战时期遗留的爆炸装置，当地警方随即封闭附近区域，并疏散了周边游客。25号，美国东部马里兰州霍华德县一家商场的停车场出现裂缝，并传出气体泄漏的声音。 在消防人员抵达并封锁现场后不久，发生燃气爆炸，造成商场所在建筑物部分坍塌。所幸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继美国联邦航空局发布禁令后，新加坡航空公司25号宣布，由于存在安全隐患，禁止乘客携带部分型号的苹果 MacBook Pro 笔记本电脑登机。今年6月，苹果公司因电池有过热隐患。 召回部分15英寸 MacBook Pro 笔记本电脑。据报道，大众汽车将召回自2011年以来在美国销售的 67.9万台汽车。召回原因是汽车的电子问题可能导致汽车存在溜车隐患。大众表示，目前尚无事故或人员伤亡报告。对存在溜车隐患的汽车，经销商将对其安装一个额外的开关和电路板，并禁用一个微型开关。25号，一年一度的绵羊过河比赛在土耳其代尼兹利省恰尔小镇拉开序幕。 在牧羊人的精心打扮下，领头羊穿上了绚丽的玫红大衣过河，羊群紧随其后。在当地，这项比赛有着846年的历史，目的是考验绵羊的忠诚度。好的，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如果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在正在火热举办的世园会上，有不少园艺大国都在园区内建设了自己的展园。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去欣赏卡塔尔长在树上的空中花园。感谢您的收看，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